一会儿你先在办公室等我，我去拿个资料。走吧。嗯，好，好的，童总。宋总，会议室那边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要不您先过去，这边交给我吧。 你跟他好好解释。嗯。何秘书，齐小姐，这是与兰迪终止合作的协议。解约？对，是宋总安排的。抱歉，接个电话。喂。 打印好了是吗？先确认一下数量有没有问题。好，那先拿上来，细节我们先等再调整。齐家，他到底什么意思？ 脸色好差呀，不会是项目出了问题吧？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这个结果，单纯。童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难道浩宇没有告诉过你们，茂林从来不会只找一家合作方？大公司同期比稿是行规，我因能力不足被淘汰，我可以接受。可他一早就已经决定用我介绍的广告公司了。 你没看出来，他一开始对没打算跟你合作吗？现在不是个谈，改天吧。宋总今天不在，他交代我来跟你核实一下策划案需要修改。要不你把策划案过一下呗。行，那我回去看一眼。这一定有误会，我去找他问清楚。此起其人到这个地步，你可真是可怜。我。 佟洛奇才是他唯一的选择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调味品。我劝你是去走人，别当了备胎还上了瘾。童总，我是来谈工作的，你想怎么认为那是您的事。齐思乐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他现在正在跟我介绍的广告公司负责人签约，你别白费劲了。 好了，我们下次再努力画一个更好的，再获得一个小红花，好不好？许个愿吧。谢谢小白小怪兽，拜拜。